得多补充水分，补充水分，各种形式的水分，大家记得多补充一下。形式的水分。对，如果大家如果可以喝水、喝果汁、喝饮料，旁边都有摊位，旁边都有吃的，都要大家来喝完音乐季，不要饿肚子。
坦的变化球来看康士坦的朋友们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，如果你想要唱你就唱，你唱得很难听你就唱，然后旁边的人也不要觉得他唱得很难听嫌弃别人，就大家一起乱唱好不好。对，你们不是来比赛，你们是来发泄的，吼。哎，我常看到 IG 的限动，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拿着手机哦一直跳这样，然后可能他不敢唱这样，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唱的难听嘛，啊，可是旁边人就会唱的超歪的这样，我就觉得，很好啊。你们又不是要上来表演，对不对？所以唱歪歪的部分就交给你们了。尽量的发泄吧，下一首歌喽。
Yes.